是彩虹的约，大地要诉说你的恩典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现在今天来到这个华人堂，我们要来这里敬拜你。主，我们感谢你的恩典，也让我们在采接的时候一切都能够非常顺利。主，我们现在要求你一点，让我们华语堂的人可以准时到教会来。主啊，九点半放在华语堂每一个人的心中，让我们在敬拜你的时候，我们知道我们要准时到你的殿前来。我们知道我们上班要准时，我们做事情都要准时，但是唯有到你的面前来，我们不在意。主啊，求你饶恕我们这样子的想法，你饶恕我们这样的罪过。主啊，求你让我们能够把与你的约定，不只是彩虹之约，与你之约，我们会重视，我们会重视这个时间，让我们每一个人会准时，而且提前到你这堂。主啊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我们今天华语堂在这里敬拜，我们每一个人都要诚心诚愿地说：主啊，我谢谢你，在往后的日子，求你带领我们去进入迦南之地。主啊，我们现在同心用主教导的文章，对主的文章祷告说：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，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，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，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，不叫我们遇见试探，救我们脱离凶恶，因为国度、权柄、荣耀全是你的，直到永远。阿们。我看有些人心都会